师祖死了以后，这个显贵的豪门为了夺得莲花掌的绝技，对我下了毒手。王立峰，交出莲花掌的秘诀，有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敢说个不字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。 师傅，我收拾他。不行，陈元，你不是他对手。动手，鸡犬不留。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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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为了躲避仇家，寻找传人，我带着蓝鹰来到这个地方，收你们为徒弟，满以为莲花掌后继有人。爷爷，师父，我真昏，我真昏呢。不怪他，触发我吧。起来吧。 有人吗？这些日子，我总觉得情形不对呀。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。
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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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彪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师兄，爷爷，师父，师父，怎么了？阿彪，啊，师父，爷爷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不行了。你们也不用讲什么礼数，就当着我的面儿叫拜成婚吧。怎么不愿意？这师父，爷爷，麦格，来呀，快点儿，快！师父，爷爷。陈昭，师父，你也自立门户吧，不要丢了穷人的骨气。嗯。爷爷，快把我扶起来。记住，这是仇家的暗算。拜客，师父。